晚上出来觅个食，我的露营地就在对面，过个马路就到这边了，非常近啊。这边这是什么东西？很独特的造型啊。咱们现在逛商场，顺便去超市买点吃的。这个商场不知道是不是刚开的呀，怎么感觉没什么人呢？现在才晚上7点多呀，这个一楼二楼都没什么人。咱们现在去地下 B1， 因为卖吃的超市都在地下。我来这边买一个那个整理箱，想把我那个油盐酱醋啊放在箱子里边，不然一开车经常倒，前几天那个食用油都倒了。这边有这小筐，太小了，不行了。这种是抽屉的也不行，这种的也不行，这种行吗？有盖子，这种也是抽屉的，看一下，抽屉的不行啊，咱们得要筐。这筐不行，太小了，这个不行，有把。翻遍了，感觉他家好像没有我要买的那种收纳箱，再找找看吧。在超市买了好多吃的，最后还在这里买到了收纳箱。在他家买了一个饼和丸子，让他们用微波炉给我加热一下。这些小馒头好可爱呀。这个芒果看着挺好的，7.99元一斤，买了2斤多，现在满载而归，准备回家。刚到家，这是咱们刚才买的吃的喝的，整理一下，顺便看看我买的这个箱子放这边合不合适，一会把它洗一下。喷点酒精吧，因为这东西在超市啊谁都能碰到，是吧，挺脏的，消毒。简单擦一下。OK， 咱们现在把这些东西拿出来，看看啊，这个适合放什么。先把这些瓶瓶罐罐全都拿出来，随随便便整理一下，就这么多啊，看看怎么放吧。这瓶子都超过这个厚度了啊，这如果放进去的话，这盖子就没用了，那还得放啊。这是平的，醋和酱油，然后这是蚝油、香油。咱们这调料真不少啊，呵呵，我去，这都能开小卖部了吧，这么多的调料。把这个拿去吧。OK， 稍加整理一下，这样子，看看柜门能不能关上。挺好，挺好，呵呵。就是这个盖子啊，这盖子有点浪费了啊。这盖子先留着吧，回头万一有用呢。咱们现在倒油。这个瓶子应该是之前在山西买的。OK， 有了这个整理箱。治好了我的强迫症，这样子，这比较合理。这怎么晃开车，它都不会倒啊，挺好。刚在超市买了一份炸丸子，然后这边是凉菜、土豆丝、面筋，还有豆皮。这边还有饼，我准备把它切一下。这个饼让他们帮我热了一下，然后现在感觉也没那么热了。其实我车里边应该搞个微波炉的，但是没地方放，就没搞。给他们切小块一点。这个是葱花饼，但是我怎么没见到一个葱花呀？看，没有葱花呀，这里。难道是因为现在的葱太贵了吗？这些饼放到碗里吧。没有盘子，其实应该再搞个盘子。开饭了，朋友们。这大麻团靠
拌的太有食欲了。嗯，好油啊，特别香，这上面裹了一层芝麻。这两个麻团花了1.5块。咱们直接上手抓了啊。嗯，这个蔬菜丸子应该是胡萝卜。才发现咱们今天吃的全都是素菜，看，包括这个丸子都是素馅的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咱们饭后见。一转眼的功夫，吃饱喝足，咱们就睡觉了。到睡觉时间了，这个东西明天再收拾吧，明天放这个床下。给你们看一下我刚才收拾的成果，没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了吧，整齐多了。回头这边再放一个储物箱就更整齐了。 OK， 今天没白忙，现在22度，刚把暖气关了，睡觉之前这个窗户留个缝就行，透透气。看一下我今天的露营地，博物馆停车场，这个应该就是博物馆。然后明天起床，在车里简单吃点，咱们去博物馆带大家逛一逛。邯郸是战国时期的赵国，所以这边肯定有很多好东西，很多古董。明天去博物馆，咱们一探究竟。先洗个漱，准备睡觉喽。小小女士在我的床下守护着我。看我这洗衣机里边已经沾满了衣服，还没洗呢。因为目前的露营地还不适合晾衣服，所以一直没洗。看下车里啊，现在12度，之前是20多度，这就是开暖气跟没有暖气的区别。睡觉了，大家晚安。现在是早晨9:30，大家早上好。外面晴空万里，哦，咔小小的，哎。小小在哪儿呢？跳跑哪儿去了？哦，在前面晒太阳呢。起床了，看看外面的环境。哇，还有鸟叫，鸟语花香的感觉。昨天晚上这边特别吵，广场舞的音乐10点多才停，啊，前面就是广场嘛，所以咱们今天要换个露营地，不在这儿了。昨天洗的袜子发质了，干了，一会儿拿出来穿。从这的后边就是一条人行道。开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早饭是昨天的丸子还有麻团儿，在北方叫麻团儿，有个儿化音，南方的朋友会不会说。然后这个是昨天买的寿司，这是几个寿司？5个，特意留着今天吃的。寿司这么一夹都碎了，看来这东西不能快点夹了。这个寿司放了一宿，这米饭有点硬了，不太好吃了。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去博物馆转一转，因为咱们离博物馆特别近，现在就在博物馆的停车场。咱们烧一壶热水吧，我决定泡着那个寿司吃，因为那个太硬了呢，感觉他们那个米饭啊应该之前就没有煮好，不然不可能这么硬，放一宿也不至于这么硬。这盘子里边是昨天买的桑葚，一会儿把它吃了，昨天没吃了，因为桑葚不能一次吃太多，吃太多对身体不好。咱们现在啊要做一个美食改造计划，废物利用。这个寿司刚才勉强吃了2个，因为这个米你们看一下啊，特别硬啊，基本嚼不动。我如果把它全吃了的话，胃一定会疼，所以我决定把它用开水泡一下。用开水泡一下，咱们
这算是黑暗料理了吧？没事儿，反正咱不能浪费就是了。用开水泡一下，然后它就变软了。咱没有微波炉，有的话可以把它蒸一下，蒸一下也可以。这泡着水，呵呵。邯郸市博物馆这边好像闭馆了呢，一会儿咱们放个无人机。这是个观景水池，看着像一艘大船一样。哇，这是什么花？真花还假花呀？好像是真的。刚把无人机拿出来，发现这边是禁飞区，飞不了。那咱们现在上车离开这个露营地吧。